嗨，晚上好。今天不太开心，也没有很不开心，就是有一点不是兴奋，只是说没有到兴奋而已。也没有不开心啊，只是说没有很兴奋。人总是有累的时候嘛，因为很长时间没有休息。下个星期就可以休息，下个星期有好几天假。其实今天还是有一点点难过，不知道为什么就很焦躁，下工也很焦躁，觉得心情很烦躁，那种烦躁感就是来源于各方面吧。主要原因还是我觉得自己为什么那么垃圾，但是也没有办法。不能一天两天就要改变。明天忙一整天，然后后天，对了，那个后天晚上是有那个一队公演嘛，但是我们队有外务，所以可能一队公演参加不了，就提前跟你们说一声，因为之前还没有确定，所以就没有跟你们说。然后今天问老师时间确定了，应该是赶不上了，然后也跟经纪姐说了，应该是去不了。就是我们全队的难得有一个外务，我出道一年了，难得有一两个外务。对呀，那当然好啦。然后我不知道这个那个直播到什么时候，怕到12点自动切了。小爱说不会切，因为明天那个啊，谢谢劳动模范。因为那个明天晚上回来，我们还得练一天诺水会，完回来还有排练，然后所以怕明天没有直播，然后觉得又浪费一周机会，后天有一天外务嘛，然后也没有时间，然后又想说那今天播一小会儿吧。好久没有直播了，感觉很久没有跟你们聊天了。对，不单是我，也没有，我没说是我了，只是说很开心能有嘛，因为出道一年好像感觉特别少参加外务的机会。谢谢。在首都机场排队，你要回去了吗？首都机场很容易那个延误的。表情怎么这么凝重？其实我真的只是天生的表情，我平常不是就是特别特别兴奋，像小二那样子兴奋的时候，然后我就会没有什么表情，别人看着我就会以为我好像在不开心一样，其实并没有，我只是累了。你刚来啊，我还以为你是要回去呢，吓我一跳。那明天握手会来吗？晚上好。对，就跟老刘那样，老刘一副很不好惹的样子，因为他也没什么表情，也不爱笑。我平时看他也觉得他真的要揍我，其实他一张嘴就知道他其实并不会，因为太虚了，因为我们可能真的只是虚了，跟不开心是没有关系的。老刘一开始一扭头开始哭，那我一扭头就开始略，我不虚吗？我现在感觉真的身体大不如前了，就是没有精神，也不是说平常了没有精神，是那种事情干完了就一有空就睡的那种没有精神。然后我一醒过来嘛，就闹钟一响，我一醒过来就无论我睡几个小时，睡多睡少吧，我的心跳的特别快，就喘不过来气的那种，感觉自己是不是不太行了，已经有点害怕。最近起床状态不太对，就无论什么时候，真的就觉得我爸妈，就我前几天才回家嘛，然后爸妈跟我就说看我一点血色都没有，就是一点气色都没有，眼睛没有血色，没有神，
然后反正整个人都没有血色的感觉，然后就感觉跟我去年来这儿来之前嘛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爸妈那么说我被吓了一跳，我说啊，真的是这样吗？反正我以前看我自己，就感觉以前自己还挺嫩的，就那个时候就是随便打个 BB 好像都啊，好像就是挺好的了。现在感觉粉底得很重，就感觉哎，在这仿佛过了10年。对，我觉得作息真的很重要，你们千万没事儿别熬夜，我们是没办法要熬夜，你们能早睡就早睡吧，熬夜真的对身体伤害还是很大。身体被掏空了，就是像我回家那个回家前，我爸妈强制我睡觉嘛，就是到12点前就抢了我手机睡，然后我睡了3天，早上自然醒8、9点就醒了，我感觉身体也舒服了一些，所以我想总选之后，而且我其实6月份有考试，但是6月哈有巡演嘛，然后也有其他的公演，还得学很多东西，可能。考试都回不去考试了，然后要是不考试的话，我8、9月份就得回去补考。哎，你们知道吗？我3月份办的那个什么，那个什么，3月份办的牙套，到现在一颗牙都没有拔。医生天天问我什么时候去复诊，我现在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了。我每天都在跟他说下周下周下周，拖了好久了。考啥？就是考韩语考试，就是我们学校考试有挺多的，因为它分得很细嘛，就是听力啊、什么写作啊、古韩语啊，什么时候分得很细，每一门课结课时间不一样，就是6月份就有考试。我没戴牙套，就是因为我交了钱，然后一直没有戴牙套，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戴得上，就一直想着要去现在去拔牙，因为我得拔4颗牙，拔一颗牙得那个恢复一个星期嘛。不然脸会肿，然后也没办法上公演啊、拍摄什么的。但是就是拍摄是接着一个接着一个，公演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所以就一直没有去弄。考完有学分吗？不一定，反正那个学分肯定是不够我去毕业的，毕业的学分肯定是每节课都要上的。我真的不知道明年该怎么办。对，然后你知道吗？我3月份、4月份吧，4月初办的舞蹈卡，然后30节课，3个月的，然后一节课都没有上，这一节课都没有，我真的很烦。到现在就只有3个月，现在是第二个月，快第二个月月底了，都还没有上过一节课，我觉得那张卡都被我浪费掉，我都不知道原来今年这么忙。对，智齿，我就是智齿长得有点歪，又没有冒出头，又长歪了。但是拔智齿又很痛，又必须要去拔。拔了智齿又要脸肿，然后脸一肿又要被说我胖，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了。算了，所以说现在盲点还是挺好的，就最近身体变虚了。以前就是真的，就是不睡我也很有精神的，就是跳公演很有精神，都很有精神，谢谢。然后现在感觉都没有精神，我们爸妈还说看着我没有神，没有气色。哎，需要干嘛？我在努力的跳公演呀。对，然后我就想说，我想要快点把牙套戴了，能在总选前戴上就好了。因为我牙齿特别不齐，也总有人问我说你怎么不喜欢笑？其实我很想笑，可是牙齿真的很难看，就笑起来，就我牙齿是往内凹的嘛，然后在舞台上笑起来就跟没牙的一样，就是光打不到我的牙齿那种的，所以笑起来很难看。所以我就想，对，我戴透明牙套，就想快点把牙套戴了。然后因为医生说2、3个月内他可以就是把牙齿恢复了大概嘛，就是那些不齐牙齿可以大概排齐。然后剩下的1年半时间就是精细的跳了。我觉得那有2、3个月能够有个改善都已经挺好，所以我想快点戴。就明明我3月份交的时候，谢谢，3月份交款的时候去戴的话，那我现在牙齿都排齐的还可以了，比起。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戴上，我就越往后拖，我越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戴。
我真的想戴牙套。你看小慧她是临时想到要想戴牙套，因为我跟她说我在偷米牙套嘛，然后她临时想到戴牙套。有钱真的很好啊，她临时想戴牙套，她就去跑去戴了，而且还不用拔牙，直接就可以戴那种。我估计她戴的都时间都比我快。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时间去呀、啊。我开车的时候笑得很开心。不，看那个录播的时候我就哭了。这么丑的人是真实存在的吗？然后我朗看他诵，的，我好看，看。谢您。我看他的牙齿挺好的，我牙齿是真的不齐，看，真的不齐。瞎子呗。但我今天上公演前就很焦躁，我一直在难过，就觉得今天怎么那么丑。每一天都那么丑，但是我不该跟你们说，我应该自己难过。对，我觉得有钱真的很好。你看小慧，她说她是拿自己存的钱去办的，然后我想她存的钱那得有多多呀，因为她办的那个牙套比我还贵点，因为我牙套是这样的，就是我去办牙套的时候，那个医生跟我说一个价格，然后我说啊这么贵吗？因为当时我是拍了生写序的，化美美的妆，然后去了，我说啊这么贵吗？然后我沉默了一会儿，医生说，哎，看一个小姑娘这么可怜，我都不忍心了，然后又给我降了好几千，然后后面他又跟我说什么拔牙也要钱，然后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巴拉巴拉也要加钱的，我说啊哎呀加这么多，我好像真的没有那么多钱，然后医生沉默了好久，然后让医生说，哎那没有办法了，然后看一看一个小姑娘真的很可怜啊，又给我降了好几千，我真的很开心，降了快1万。我不知道是不是套路了，反正那个价格真的是，因为我跑遍了北京很多的口腔医院，那个价格，因为我戴的是那个隐适美嘛，隐适美的在北京的价格还是挺高的，然后它比我问到的所有医院都要低了，所以就是真的刷脸很好用。以后，你知道女孩子出去买什么贵的东西，你们一定记得打扮的好看一点，知道吗？哇，谢谢您，让我的工资有了着落。牙套怎么贵？只有300块。你戴的是哪个牙套啊？我说的是透明牙套，就是那种固牙的。对，北京牙科真的很贵，但是在湖南戴很便宜，相对北京便宜很多，大概北京是湖南的3倍价格吧，3倍。对，湘雅差不多，就是湖南好的医院，好像当时我咨询一下套也就1、2万，然后北京大概什么3万已经是很便宜了，然后4、5万上不封顶。我现在想那个上不封顶，那是个多么可怕的形容啊！因为我的牙齿是那种很难整的那种，就是他们都是集体开会去讨论我的牙要怎么做。因为我小时候是咨询过很多，我家里面没有条件做我的牙，就我的牙整体生复合错位又怎么样，特别复杂那种。然后我就放弃了。天津便宜的，其实也没有便宜太多。我问了爹，其实跟北京价格差不了太多，最多差个几千块。然后因为你来往天津也很麻烦嘛，还不如直接在北京了。镶钻，哼，对，一定要整牙，不整牙我都不敢说话，说话的时候我都害怕。牙套价格不是根据材料来的，但是真的材料也很重要。就像那个国产的跟国，就是好像国内带的，就是那个国产的跟国外的，国产的跟国外就要差1、2万价格，基本上就是这样的，真的很重要，材料其实很重要的。然后剩下的其实就是看医生基本的定位吧。但北京的价格真的很高。因为是帝都，像上次去了那个沈阳巡演，我就感受到沈阳的物价真好啊。我就怕我戴了牙箍之后，我说话就不利索了。因为小李娜也戴了牙套嘛，她没有说话不利索，但是她吃不了东西，就是她吃东西很麻烦，然后要把牙套摘了，然后去泡，然后泡了之后又再戴上，很麻烦。在直播。是谁？我在直播。小燕吗？你从这边照拍不到你。我在电台。你们两个双面夹击呀、啊！你要干啥？你干啥？
我只是无聊。哎，你们没去摄影室吃西瓜吗？没去。我不想吃了，大晚上。我要认真的减肥。我昨天看了好久我的初心女团，我很久没有看了，看了之后我很难过。你那个要扔掉还是？而且只有把戳开了再扔。哎，它已经炸了，要戳开了再扔比较好。我竟然看到女装了。初心哪个？好多呢，少女时代啊，然后巴拉巴拉各种啊，就其实女生我都看，我已经很久没有看了，怕自己难过，主要是为了怕自己难过就不敢看，然后后来又看了一会儿，更难过了。哪有女装？我感觉一辈子都达不了那样的目标。嗯，所以你那个裙子到底是哪来的？我想问。说不上爱，别说话。四分钟，我喜欢泫雅了。你刚开呀？我开一会儿了，我开16分钟了。我开电台。和任元玲没有相互激励，任元玲瘦了好多。任元玲她遇到了一个时机，然后她就瘦了很多，而且没有很费力。我特别羡慕她，我也希望自己能够遇到这样一个时机大病一场。然后我，因为我现在最近比较虚嘛，但是我真的是那种越病越累越胖。哎，就跟正常人就是不一样。一直要看她那种。难过，公司严格要求就严格要求呗。不过到时候去，我感觉就是没有人管我，那个、我才变成这个样子。就是那个最后的那个。我真的就是每个人都跟我说，说什么健康比那个身材重要，巴拉巴拉的。我每次跟他们洗脑，其实身材更重要，更重要。其实我不该有这样的想法。谢谢谢谢。其实这样想法是不对的，但现在就内心很迫切。那你们到家了吗？这个点。你困了为啥不去睡觉？嗯，对，我们屋水没烧开，现在洗不了澡啊。你就是想来我们屋洗澡的呗。你怎么知道？那你为什么还不去洗？那我在你们屋洗了。那你要直播洗澡吗？那也不是不行。谢谢。我不是减肥减虚的，真的是累虚的。哥们儿最近打车，上次看到了那个危险啊，那个什么头条啥的。什么空姐遇到威胁，你们要小心啊！不要以为你们是个男孩子就不会有人。男孩子还能遇到？他们在说什么？他说他不要以为你是男孩子就不能像。因为他们今天有粉丝穿了女装。对。变得诱人了。对，你们会诱得很诱人。变得诱人了。嗯。我看一眼，哇，这个点儿竟然有这么多人在直播！天哪！一人写出直播，你们一直在说啥？看我今天的一天天一点点了吗？不行，我得回去睡觉。其实我没有暗示啊，我只是日常的自我嫌弃。我觉得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一直是属于比较嫌弃自己的状态。哎、口味不一样吗？你哪知道？我也穿女装。你哪知道人家就喜欢？我本来就是个女的呀，为什么？我穿在我身上就不能叫女装，就是正常的装扮，知道吗？这么晚还不睡觉？这么晚还不睡觉？哎你，还早呢，我刚回来刚洗完澡。先你醒一醒。我刚洗完澡。但是那个什么，我要说啥？我已经忘了我要说啥了，因为今天很颓，没有精神，我可能只能跟你们慢慢的说话，像我以前说话的，很快。夜生活才刚刚开始，还早跟老年人进来。对了，你最近考试了吗？铁扣女友是谁？狐狸智呀。学习怎么样？有没有很害怕？嗯，但我今天录了那个证件，然后一到直播录证件的时候，我特别紧张。就是明明只有两个机器，两个很熟悉的 staff， 但是我还是特别紧张。我最近整个脸都长满了痘痘，我盖了四层。就是我昨天熬夜准备大段话，然后我说的时候一个都没有记住，然后我不是说，就说之类的，就是谢谢大家之类的，然后就说了自己的目标。说了目标特别的那个什么。吓人，我都没有这些。今年的目标喊得很高，真的很高，我怕吓到你们。虽然我也喊过。嗯。春天来了，活力旺盛，就是因为我熬夜了。见识第一，那还是没有那么高。没有那么高，没有。我是觉得那个目标对目前的我来说太高了。我怕你们很累，就是感觉，因为我粉丝也就一共也就这么多嘛，不是每个人都剩都是韭菜剩榨不完，我觉得大家都很累，然后我又不好意思，就感觉要催着大家，你们要给我投票啊，巴拉巴拉巴拉。但是感觉在这个制度下，你必须
你必须要你想要完成自己的事情，除了投票，好像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又没有办法，就是很矛盾的事情。你去看公演，我原来去卖血，卖个肾吧，肾贵一点。后天考试，对，今年是66。这是什么呀？比去年还要厉害一点。这难道是属于历史？定的高才叫目标，对。到家了。我觉得目标的这个存在意义就是它定的高一点，然后去努力嘛，是吧？我要提个什么叫你们很绿？就是这叫韭菜叫生命力顽强，是吧？看颜值的人，谢谢。饺子榜呗，什么是饺子榜？饺子榜是啥？那你什么时候来呀？对，进圈。什么时候能够？因为好像进圈有那个什么什么综艺吧，那个48拍的那个综艺好像是。我封面是什么呀？因为你如果进圈的话可能还有 MV 可以拍。你知道我进团的初心是什么吗？也不是进团，我喜欢女团初心是我看他们每个人的 MV 真的很好看。我犯每一个女团就是去看他们的 MV 啊，看现场什么什么的。我可能梦想就是拍一个 MV 吧，虽然说可能也没有什么镜头，但是没有体验过嘛，是吧？为了 MV。 你在群里发我的申写照安利我了，谢谢谢谢。饺子榜就是更加集资的名帐，是喜欢我，可爱。看我家好像有 PK， 然后好像集了好几轮了那种的。辛苦嘞。不是总选 MV， 是那个不是每一年都有那个，比如说那个多少名到多少名，你可以去什么地方拍嘛？我觉得啊，好羡慕啊，大概就是我的目标吧。其实我目标还是，挺简单的，就是能拍一个，如果能尝试一个新东西就挺好的。我最近自己套写真很赞哦。对了对了，今天我们去拍那个总选证件了。能有已经很棒。然后我不是去年的总选证件有点辣眼。不然的话，感觉自己一个人自己拍自己的 PV 好尴尬。今年我以为我可以一雪前耻，就是会变得好看嘛。你这怎么这么快？一年中我变美了很多。对。像去年拍那总选证件真的吓人。然后去年其实我们也不长得那样子，拍出来那样子。然后我以为今年会变美很多，吓死了。结果段段什么时候回来？很溜的，很麻溜的一遍。哇，谢谢您，爱您。但是因为一遍过了之后，我就段段20多号回来，然后我们有下星期，反正他下星期就回来，下星期放假，然后我们一起去大草原玩耍，对，去放松一下。我好想去大草原，我还特意买了一条红裙子。第二次了，但是我看了一眼，觉得去拍照片，真的好看。26，他26号回来吗？好看之后再想什么。不会吧，他不是比26号前吗？我们要去玩耍呀。你今晚下冰雹了，整个应该比26号要早。记得关门。我其实我就打算21号去拔牙的，然后后来又定了去玩，然后又没办法拔牙了，然后又往后推。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弄出来了。对，还有减肥，我看那个粉末团，他们腰怎么可以那么细？天哪，那么细。真的就是蚂蚁药，哎，我今天绝食了一天了。其实我之前也是一直在绝食，偶尔吃一点，但感觉效果不大。效果不大也没有办法，我也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今天我对，美军也要拔牙。我只知道美军一直在做喉咙的治疗，在雾化。然后哥哥说哇。我旁边是小爱，我跟小爱在一个宿舍。哥哥说哇。对，我要去骑马。找一天拔牙。减肥靠节食，那我不然减肥要靠啥那个？吃药也不行，那个减肥除了节食跟运动也没有第三条路了呀。没有，哥哥说果然是我们广东人，因为那个帮我拍的那个哥哥是广东的。但是你虽然说着不能节食，其实没有几个人就是瘦了几十斤，真的不靠节食很是不可能的，真的。饮食调节肯定有做，我一直有在吃沙拉，但是太难吃了，太难吃了。还是要十几斤，我好饿呀现在。就是其实那些说调整饮食结构啊，轻断食啊，吃减脂啊，其实它的含吃的东西也是特别少的，然后吃完还是饿着吧。不行不行。就饿着吧。可以。就我该吃还是吃的。真的。我吃沙拉真的点一盘沙拉，我就吃一点金枪鱼，然后把金枪鱼挑着吃了，然后把小番茄挑着吃，剩下一大盆蔬菜没有一口吃了下去了，然后还是饿着。但是有点宁愿自己饿着吧，我是真的不爱吃草，不说草，我熟的那些蔬菜
就是炒过的或者汤啊什么我都不爱吃，我从小就不爱吃。困，休息，好，睡完了吧，睡觉吧。我也特别想回到我高三那个时候，就让那个时候自己不要被我妈喂的那么胖。就在那一年我就变胖了，再也回不去了。想想以前的我多瘦啊，以前我也是竹竿型的身材。就高三那一年被我妈喂的肥的跟个，哎，不说了，太难过了。你认真的吗？水果其实也挺胖的，因为它糖分很多。对，其实不吃晚饭还是我觉得会瘦。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晚上不吃晚饭，然后加上跑，每天晚上去跑步，然后虽然很慢，但是还是好像有效果的那种。但是还是有，但是我感觉我减肥总是反反复复，然后瘦几斤，然后又胖几斤，瘦几斤之后又有事情，然后好像瘦就是坚持不完了，有事情要干别的去，然后又反弹几斤，然后瘦几斤，反正一直在反复，就没有憋着一口气一下瘦个一二十斤那种。不是，是我亲妈了，因为我从小妈妈不在我身边嘛，然后高三的时候，然后为了让我好好学习，我妈专门回来照顾我，然后天天给我炖这样炖那样的。大鱼大肉，每天吃好多东西，然后高三嘛，一天到晚都不动的，一天坐十几个小时，好多个小时，一直坐，下课也不走，中午也不动，一直在写作业，真的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胖啊。以前都是班上的人都是说狐狸好瘦，不啦不啦，后来再也没有人说这个话题了。我这不是五官端正，我这是五官出挑，贼美。不用脑怎么可能累？用脑只能说你在用脑子的时候，然后你也忽视了要去吃东西，巴拉巴拉的，可能累了，然后累瘦了。但你单纯的用脑同时吃很多是不可能。我觉得吸粉最厉害，就是我以前一直以为高三就会瘦很多，我没有。特别的引吸眼球的那种。但没有办法，你看那些我看了好多，就是那些。女团或者是明星，他们吃东西哇，吃了好少，一天吃一颗白菜，一片白菜，一块豆腐馅，一天吃一颗苹果，就是那么多，然后再加上很多运动，就人家那种身材，我觉得真的是靠很，就是用了很多很多痛苦去弄的。所以有时候我不开心，真的也不是因为我有具体的事情不开心，可能就是因为虚了，没有劲了，而且我吃不饱的时候就容易心情不好，就容易很丧。那是因为你看到我真人。你会发现哇，我以前不拍照片，我从小到大没有一张自拍，一张都没有，因为我从来不拍照片。我进团之后才开始自拍。然后你就会觉得我真人更好看了。明天有握手会啊，你都不知道，你还在中国吗？拍公司照嘛，把我们把公司照拍丑一点，然后你们见到好能聊啊，是吗？我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开直播嘛，随便聊聊。不行，求求你们了，我跪下来求求你们了。但是我感觉。我感觉你减肥就是一个摧残自己的过程，哪有那种就是又舒服又能瘦很多斤的那种方法呢？不可能的。电台能收到礼物已经很神奇了，谢谢。高中没有，高中我最多就是婴儿时期，爸妈抱着我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吧。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子的。证件和拉票会一起看，然后你会发现我减肥就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哪有那种就是躺什么轻轻松松月瘦几十斤，然后说什么啊不运动什么吃的又饱，然后又月瘦二十斤，那些网上的那些不存在的，就是痛苦啊。小爱做个暂时是男装公演吧。但是就是真的不吃不喝又容易反弹，什么意思？就是很反复。对，其实我比你们每一个人的愿望可能都还要强烈，因为被说胖的是我，丑的是我，然后可能比你们任何人的愿望都要强烈吧，但是还是做不到。不知道，结果做不到，也不是过程做不到，结果做不到。算了，不用问你们也可以。上健身房，我有办健身卡，办了两个月去了一次，就只有一次有一时间，还是那天四月份北京下了雪，我跟乔瑞哥冒着雪去了练瑜伽，然后后来再也没有时间了。但是我最近头发越来越多，越来越长，然后就可能到时候头发带不进去。我想喝口水，你那儿有水喝吗？好像没有。那我喝一口我的代餐可以吗？做个战士，这名字好搞笑。就想。哎呀，不吉利，为什么？
对，晚上我在喝，最近开始喝那个代餐，这个。我突然饿了。这个挺好喝的。我想吃泡面。这个。我觉得。号称只有192。没有。千焦。我们男装还得。反正就喝这种代餐。公演的时候，因为反正也欠你们一。我觉得还挺好喝，虽然喝不饱，一点都喝不饱。我之前有买代餐粉，然后冲着喝，我觉得太难冲了，又难洗杯子，那个杯子巨粘，然后我就买了这种瓶装的，好贵啊。不，我虽然跟你们说我喝快乐自来水，其实我就喝一口，基本上真的就是一口。我觉得就没有男装的那种帅气的。啊，我觉得蕾蕾前辈好漂亮啊，真的很好看。我经常男装啊，之前一段时间，老是当人家的男朋友，哈哈。你什么时候当过人家男朋友？有啊，我当过圆圆前辈的男朋友，我还当过婉玉的男朋友。没有话讲。是他们的学长哦。我没有话讲。虽然没有说在一起，但也是男朋友了。没有话讲。是刚开吗？开了十几分钟了。哎，你什么时候来啊？你不是说今天要来吗？我没有看到你。就是虽然说那些运动啊都很有效，那也要建立在我有这个精力和时间做的情况下。但是我就是因为周日，明天是周六吧，周六有握手，周日我们有外务，没有，周日本来有公演的，就一对公演，但是有外务所以去不了的。想让我当你们的男朋友还是女朋友？你当他们的老母亲。对，运动之类是要有时间，我现在就可能时间是全花在上公演与练公演上，然后因为平时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还除了公演之外可能还要排练其他的东西。你什么时候也来？就还有我们最近有开始公司有上外聘课，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提意见嘛，说希望有一些基础训练课，有舞蹈的提高课那种的，让老师，然后就帮我们请了一个外面的很厉害的一个舞蹈老师来，就是街舞提高课吧。上就那天我不是发了一个我军姑还有小慧儿三个人一起跳的小片段嘛，然后就是那天上第一节外聘课，然后学了一个小片段，对，然后我就很开心，对，就是基本上每天都还是属于有事的状态。我还是侄女儿了，但是我现在感觉自己身体真的大不如前了，然后就是一没事儿一个下午啊，就是真的就头晕的不躺下不行了。就必须得睡，一睡就是昏过去那种睡，一醒过来就是心脏跳得特别快，然后就觉得自己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慢慢的真的是会就开始买专辑了。官宣又很武王尊，不官宣也是，真的是。谢谢，打扰了，今天的握手会。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我起床之后吃了饭之后嘛，吃个早饭午饭，或者说上个课，然后就开始进入头晕，就晕的我已经看不清东西，必须不躺下睡觉不行。哎呀，我的闪光灯没电了，房里很黑，没有打光灯就很黑。我没衣服了，可能只能去调一下光。谢谢。可能得去跟谁借借。我今天去拍证件的时候，裙子还是跟那个甜甜姐的。嘿，又清晰了。但是我觉得去查好像，我觉得应该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就是应该不至于说得了什么病啊之类那种大的问题，应该就只是说长期没有休息好，然后压力大这样子。我觉得要是有一段时间放个假，然后天天能这样像在家里一样吃得饱睡得好这样子的就好了。因为我就那天回家三天，虽然在路上很累，回家只有两天半，但是还是过得挺开心的。你们真的不考虑睡觉？我在直播呢。在直播呀。你们去了。不过这也不是我的睡觉时间。对呀、啊。我们一般都是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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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般12点先睡。那你今年可真不一般啊。对，光都没电了，房里太黑了，我就是光不足对于手机直播了。刚有睡，其实我哎呀，12点半去上午睡，我现在可以马上晕过去睡。但是我一想到我还要卸妆，还要这样那样的，还要洗澡，还要整理房间，明天9点要走，妆得化妆。明天9点走，是7点多就做发型了。7点多做发型，我六点多得起床化妆，明天又是一整天，然后马上要排练，
就是每天都过着不能喘气儿的生活。那要看我，看我虽然有什么，虽然忙是很开心的。如果我有一个好成绩的话，我就会准备大礼。如果万一的话，那我就只能对啊，就是希望自己。我特别想去，就是总选啊忙完之后，想去进修一段时间。我今天在。想跟军工那样，就是军工之前不是去进修了十几天吗？我也特别想去跟自己喜欢的老师，然后去进修个十几天。来吗？睡得好，睡得好，然后还能顺便减个肥，去自然的瘦一下。来，这就是我目前的愿望了。哪里怎么不动？我是电台，因为我周一。有时候感觉会突然失去梦想，就突然就很懵。明天来不了，那你明天去哪？半年后见，那得很久嘞。不看，不加群，不跟超话，有别的。其实红房子的课一直在中心附近走五分钟的地方就会有，就还每个月好像基本上都会大师课，只是说真的没有时间去。然后，而且我想上的是那种编创班，就是它有一整体的那种集训，就是如果说单纯的去上一两节课的话，也没有什么用。想上一个整体的集训班，因为我感觉自己啊能力还是欠缺了很多呀。可能我现在不够好，就是想找个理由去出去进修一下，觉得自己还是不够。明天握手会开直播，握手会还怎么开直播呢？其实也不是觉得总选后能闲下来，主要是现在一眼就望到总选前每天要干的事情了，然后就只有总选后可能有时间休息。奋斗的过程是蛮长的。是的，我特别害怕，然后面我马上就要去重庆巡演嘛，所以要去重庆巡演也没有人认识我，因为感觉好像自己奋斗一年，好像也跟刚出道好像虽然说有进步，也没有很翻天覆地的那种变化。对，想去快点把牙拔了，把牙套戴了，我解决了一块心病。握手会中间休息的时间，那我真的就是无间断的工作了呀。上次电影的时候好像只有两个人来。上次电影的时候只有两个人。反正我觉得反正晚睡了，反正明天要早起，睡五个小时是睡，睡六个小时也是睡，都一样。你都没有握过小孩，真的假的？重庆会见到很多熟人吗？我记得我在。也就是说，北京的聚都会去喽。手机没电了，那你早点回去吧。翻天覆地还是有个过程的，就感觉自己好像剧场扣一直都特别小，然后好像也就是没有很棒。他那天收到了两个星巴克，就感觉还自己还是要再努力一点。但是有时候又想说，我到底还要怎么办？不会咬人，我也不会。可温柔，可可爱了，对，没萌萌哒。见到我就不会紧张了。只有你没握过手，为什么不来握我的手？MC 入坑的，为什么不来握我的手？对，我觉得，但是今年目前最重要的还是总选，因为今年算是我第一次真的参加总选吧。去年那个还是主要在于跟前辈观赏一下。我大火了。然后今年就是算是第一次真的要全力以赴的去奋战，所以我特别紧张，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底在哪儿。不知道自己能到哪儿，不知道自己的底在哪儿。就第一次参加，可能就是第一次去争这样一个名次，确实是比较紧张。可能到第二年不会有那么紧张，可能第二年会稍微了解一下自己。可能我们家的人都没来。哇，你生日 PV 还能入坑我，那也就是666，眼光很棒，一眼就能看到我的好。下次握手，明天就握手啊！明天见不到女方，那你还不去？好，我要关直播了，那个12:30，然后我还有半个小时，我就可以睡觉了。好，明天握手会见。怎么握一天了？你要准备多少张券？拜拜。希望你们别靠太近，你也会看到我。好，等你。等你哦。